懒永远是市场革新最好的推动力。每天带你实饮观察，夏日高温来袭，不少家庭准备了制冰神器，但有多少人会自己手动制冰呢？于是市场上风靡起一款与夏天天作之合的懒人解暑神器——冰杯，连农夫山泉都借势入局。冰杯搭矿泉水，搭饮料，搭啤酒，还可以搭牛奶咖啡，只要你有冰镇的需求，它都能满足。目前便利店的冰杯大多3块起，和一杯饮料的价格相当，净含量200克以内，而一瓶500毫升的饮用水才2块钱。你觉得冰杯真的划算吗？冰杯的火爆是因为它满足了消费者对夏日清凉、多样化、个性化的饮品需求。但冰杯市场若想要持续发展，行业从业者需要做好价格策略的同时，严格把控产品质量，确保其安全性和可靠性。或许未来冰品会成为饮品和冰淇淋品牌差异化竞争的关键。对此你怎么看呢？